福所书，厄福所书第一章。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在厄福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四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四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因此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四业的光荣是怎样丰厚，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